怎么说来就来了？你怎么说来就来？我等那个签证等了多少年了啊？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等公司运转起来以后呢，我会带杰米回去看你的。哦，所以没有转起来，我就永远看不到我孙女了，是吗？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有这种女儿？不是早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吗？